我们市局刑侦三大队，十年都没出过这种案子了，就没听说过咱三大队破不了案子。王二勇，你不枪，在这装啊！你受拖累了，你是个好警察。因为王二勇，三大队没了。来吧，我欠他的，我这案子我还得办。王二勇，我还得抓。成队。向佐蹲在长沙吗？我们每次都晚一步，咱们现在没警护了，说白了就是没支援没配合。王二勇这畜生，反侦查能力真的挺强的，那就回明路了，只能用最原始、最笨的办法去磨翻。动！我跟你说，我好几次来了，这个没见过。 王二勇没死，就一定不会凭空消失。成队，人要往前看，不能总活在过去啊！因为王二勇就这小姑娘，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那冰柜里边。只要他敢露面，有气儿。